Hello， 大家好，我是订阅。我们今天呢，终于要来玩我们这个 The Sandbox 这个区块链游戏之中的王者，可以说是王者，目前是最夯的一款就是沙盒类型的游戏。那这款 Sandbox 游戏呢，它是非常具有一个创造性，就跟我们平常玩的这个创世神 Minecraft 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呢做出任何你想象得到的事情。那目前呢，这个3月3号呢是开放这个 S2 的这个测试，可以让就是说有账号的玩家呢都直接进入游戏，就是游玩这样子。就算你没有这个 Alpha Pass 呢，也是可以进去游玩。但是如果你有 Alpha Pass 的话呢，是可以直接进行这个 P2E Play to Earn 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在第一时间呢，就是进入这个元宇宙的世界呢，来体验一下这个未来感的，来体验一下这款 Sandbox 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一个游戏，还有我们来这个解这个目前里面这个所有的任务来这个呈现给大家看。那我们就马上开始 ，Let's go。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Alpha Season 2， 这边有个 Ticket Read， 怎么没反应？等一下哦。对，就是在进入游戏之前呢，我们要在网页的地方呢，先把自己这个人呢给捏好，就是我们要先去捏我们这个小人，对，在网站那边可以进行就是创造这个角色的部分。哦，这可以 read 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The S2 Alpha Pass Rifle is on Thursday， 就是他说我们这个时间呢 ，What's that? How to get 这个我们这个 X around the lobby to find out。OK， 那我们现在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上传的时间，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哦，他就是这个 marketplace 呢，就是他的那个销售市场，那他就是说就是可以买这个 Alpha Pass 这样子。OK， 那我们现在其实先不买，然后我们现在来逛逛看看有什么好康的东西。这边就是所有一起创造 Sandbox 世界的这个伟大的这个赞助商，这是一起合作对象 Snoop Dogg， 还有这个Pass Snoop Dogg Pass。 OK， 这个就是 Cybercoins 金刚原主金刚。这是什么？ Y'all ready for the Sandbox game？OK， 我们看到就是金蛋炮，这应该是任务了。我们来 speak 看看。Welcome to the Alpha Lobby Meta Version， 就是我们元宇宙市民。This is the perfect starting point for your journey. There are so many There are so many incredible places to visit here.Do you want me to show you around this land? Yes, sure. Let's go. Alright, the four points of interest are. 他说有四个点呢，就是有一些利益，有一些性，就是有一些亮点。就是 Oracle Area， 就是这个 Oracle， 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怎么讲？就是突然不会翻译。他就是说有这个四个 Area， 这四个区域。Oracle， Scientists， 还有这个 Heroes。还有这个 path， to the stars， 就是有四个点。OK， 然后我们现在 objective， 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任务。他说我们现在这个任务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到 points， 还有这个 collect， vox 嘛 ，cell vox light， 这应该是这个一个这个在土地上的一个金币。应该就这个，对，这个蓝色的就是 V 开头的这个不太会念的这个金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ortal Bot ahead of you is the entrance to a new world made of three different factions. Explore and find the three portals to unveil their mysterious.
就是他说就是去寻找这个三个点哈，然后去探索这个神秘的世界的这个意思。OK， 然后我们现在来随便逛逛，看一下可不可以看地图。我现在是按 Tab， 还有这个 M Map 都没有反应。看一下键盘上面，我按 Q 可以显示地图。目前就是没有快捷键的部分，就是好像就只有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哦，这个就是我们的猿猴，大名鼎鼎的猿猴哈，无聊猿再次。哇，这边应该是某些人，就是或是赞助商的这个土地啦，他有自己的家，然后把自己的 NFT 给放在上面这样子展示用。对，这是我们的伟大的无聊猿先生。OK，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收集这个金币，然后我们来逛逛，看一下还有什么好康的，好，他就是要我们收集这个金币，然后就是主要的用意就是去跑图啦。然后他这边有介绍 ，The best way to show your NFTs collection is to create a gallery on your land. Did you visit your gallery? You will find many wonderful NFTs there. 就是他说，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所购买的 NFT 呢，去陈列在你的建筑物里面。然后去展示，就像是一个画廊一样这样子。哇，这 Sandbox 这样，这样目前这样操作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流畅，然后非常的就是跟我个人觉得啦，就是比 Minecraft 还要流畅一点，就是流畅度。然后这个。这边是一个 club。就是都是各大游戏厂的这个所购买的一个土地啊。OK， 那我们就继续逛逛，我们就继续逛逛。这应该就是一个传送门，可以传出去。我们先不要传出去，我们现在这个区域先把这边先给它摸熟，先逛逛看看，把金币收集到，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哦，这边就是 Oracle Areas， 就是其中一个区域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个 portal， 有个传送门哦。他说 To way to Zoya， breathe for a hike。Experience the magnificence of nature on this pathway to Zaya Sanctuary， 就是这边应该可以传到这个三亚的这个地方。Say it with me now， 这边就是闲聊吧。OK， 那我们就继续逛，现在先再逛一下。
哦，这也是个 NFT， 这也是个 NFT。不知道 Sandbox 之后会不会也是推出这个光锥模组包？这应该是目前没有光锥的这个状态，所以蛮期待 Sandbox 之后的优化系统，很期待。然后还有推出就是各大的这个 NFT 呢，就是进入 Sandbox 的游戏世界里面。跳上去，可是他错失了这个 pillar 哈，就是跳点，这个跳点的 pillar， 所以他说他会再尝试看看。哎，所以说这边是要怎么上去？我来看一下。旅行者，我们 respect the law of the Great Republic here in the scientist area. Remember that. 他说我们很尊重关于这个区域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法律，所以要我们切记。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问他说 the Great Republic， 然后 understood obviously， 就是我们可以再次问他更细，或是直接就是说哦，我们了解了这样子，我们再问更细看看。他说呢 ，Scientists are a part of the Great Republic. They are led by their CTO.、哦、他说这个区域呢，这个共和国，哎 ，Republic 这应该是翻成共和国，就是这个国家这样子，这个民主的地方。他说，他有个领导者叫做伊克巴拉 Zenit 这样子。说我就说 OK， good to know， thank you。他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领地的一个领导者是谁这样子。没有在卖这个咖啡，卖这个咖啡可是不能够买。好，这个地方我不太会跳，这地方我不太会跳，可能是有什么关之类的，可是我目前这边不太会跳，看起来是要把它按什么机关，然后这个东西会往下缩这样子，所以没关系，先略过，我们先继续探索。I grow you and sell， 哦，这是水果摊，不能买水果，那我们就继续逛。跳不上去。那滑鼠左键和右键呢？是目前滑鼠中键、左键、右键，目前是我按是没有任何的功能的。然后，这个
过去吗？所以这边有一些可以说是有一些密道嘛，可是它的这个能见度还算是不错，就是我们可以从高点看到，算是蛮远的地方，蛮广的地方。我们来按一下 N 看看会，哦，这是我们的哦，它这边会按 N 的话会显示出这个大厅的所有的 NFT 啊，所以都会呈现在这边这样子，就是它 NFT scan 就是。它会直接扫描这整个区域的这个 NFT，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NFT。那如果说还不了解什么是 NFT 的各位的话呢，可以欢迎去收看我这支影片，那我会放在这个资讯列这边。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想多了解关于区块链，什么叫做区块链游戏，什么叫做元宇宙，我们现在非常夯的这个 NFT， 可以点击这个荧幕上右上角的这个资讯栏啊，去了解我们的 NFT 什么是 NFT。OK， 那我们回到 Sandbox， 然后目前我们现在，对，我们再按一下 Option， 看可以 Setting 什么 Map Dashboard。哦，它的 Map 是建立在这个就是我们网页上面的浏览器，所以说如果说你按这个 option 里面这个 map 的 dashboard 的话，它会直接跳出去。那我们就先不跳，好，然后我们这边的 settings 可以设定，就是我们所要的这个基础的设定这样子 license。好，这边还有这个证照，这个证照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alpha pass。好，我们先不设定，那我们就先继续逛，我们先继续逛我们的这个 sandbox。伟大的 Sandbox， 哇，这个一直吃不到，怎么办？可以就是问一下居民有什么线索之类的吗？ I will have to try again jumping point pillar， 所以这个 jumping point pillar 应该就是一个关键的点。 jumping point pillar。I told someone to clean out this toxic mess ages ago. 就是这好像是有毒的。哦，不行，不会扣血啦，目前是没有血量这个条。然后他说这边要，他说要请人找人去清理那个区域这样子。看一下这边有什么。Student Elzo, I'm terribly busy. Lots of project feedback from other scientist groups to deal with before my tutor assigns my next task. 他说他非常的 busy， 非常的忙啊。他是一个学生，他非常的忙，忙着回复大家的这个 feedback。你有看到死亡的人民吗？那我们就问他 Who hasn't? 他说 I mean the dead that walk
If they ever bother you, just say grrrr and stumble around. They will lose interest eventually. This tactic is scientifically proven to work. 他说呢，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呢，有没有看到那一些僵尸啊？他说 dead that walk 的这边的意思就是应该就是那个 zombie 的意思。他说如果他们来打扰你的话呢，就是跟他们学那一样的声音，就然后 and stumble around 就是不要去烦他们就可以了。OK， 他说，然后我们就感谢他你的小小的这个小小的建议，谢 thanks for your tips。然后这边有很多居民，他们说来自我介绍这样子。OK， 这个区应该就是我扫视的这个东西，所以扫视了上面这一块，所以我目前这个 points of interest 就是目前之前是一，没关系，那我们就先跳过这个区域，然后我们就先去其他的区域。差两个，上面有一颗房子，这边藏了一个。Found the heroes in the frozen area of the of our lobby. Members of this faction live to seek bold adventures. 他说 ，value honor and bravery. 他说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英雄呢，在这个寒冷的区域哈。那说了一些就是关于荣誉与勇气的这个词这样子。Beneath their wintry appearance, their hearts burn with fire. If you value cooperation and helping others, you will feel kinship with the heroes. OK， 他就是说，就是很颂赞这个英雄的伟大的事迹，这样子，就是其实是很尊重、很尊敬这个英雄的部分。OK， 那我们现在只差最后一个，该不会就是那一个吧？没关系，我们进一下 portal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区域 ，Find the VB across the land。哦，它就是我们现在到了另外一个区域了，然后现在就继续就是要求我们去收集这个金币。这是 NFT， Green Inferno 绿色地狱。哦，这边也是一个传送门。这个 Mission Parts 5， 哦 ，Mission Parts Missing Parts Missing Parts， 这边应该都是一个区域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o you want to enter the code now？ 等一下，你等一下再来按这个密码，这个机关的 big， 这边很多很多传送门，很多。我们先把这个区域先 run 过一遍，我们再进去其他的门看看。哇塞，这些 NFT 就是不得不说，在 Sandbox 里面所呈现的画质、所呈现的质感，还有这个作画，还有这创作者的部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伟大，非常的厉害。就是 NFT 在 Sandbox 里面，感觉啦，就是我目前所看到的它就是 NFT 所呈现出来的价值感呢。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所以个人觉得，当然是投资 NFT 呢，是还不错，还不错的一个选项。那当然就是投资任何事情都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要自行评估，要自行评估。那个人订阅，个人觉得是还蛮不错的，还蛮不错的。OK， 我们这边有。还差五个金币，Portal to Roll the Central Town， 这边是到我们那个中，这是我们应该是我们来的地方。哦，这边这个非常非常的大，非常大。我们先收集金币，还差两个。哦，他这边有这个 color code， be observant and find the correct code using the colors。等一下，我们再去按那个 code。OK， 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颗在哪里？最后一颗在。好，我们现在来按一下这个 code， 看会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个，这边。Let's go. Enter the first digit.他一会怎样 ？Second digit， 二吗？三、四，没有五啊？一。Oh，damn！All right，I will find the right code next time。OK， 他这边就是一个密码，可是这个密码目前没有什么。这边有写 ，The color code is easy, right? You just have to match the digits to the colors. OK， 哦，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哦，我看懂了。各位可以看到，就是上面这个有一个红、青、蓝、紫、绿、黄的这个方块的组合，对不对？所以我们来揣测一下。所以第一个应该是四，然后蓝色应该是一，它是从左到右。这样子，所以是一，然后第三号是紫，所以是一，然后绿色三，然后最后黄色是二，
OK， 没错，答对了。所以就是从左到右，然后依照左上和右上的数字呢填入进去就可以了。OK，Congratulations， 恭喜。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右上角那个 level， 我们已经完成两项的任务了。Good game. This one easy, though it will be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in other lands. See you soon. OK， 好，那我们就继续去其他的区域看看会有什么样的任务。OK， 哦，它有些区域是有限制等级的，所以我们还不能去那边。那我们就去，我们再去看这些 Hidden。我们来去看这些，哦，这边也是不能去，有限制等级的，我们等级还不够高，还不能去打，还不能去更厉害的副本。我们好像是从这边来的，确认一下。阿法拉比，我们应该是从阿法拉比来的，就是这个大厅。哎，哎，我们回到这个拉比之后，我们这个金币要重计耶，我们要金币要重新计算。可是这边有一个金币，我一直吃不到，所以。金探号，我们去问一下看看。我们先不吃这边的金币，因为这个有一颗一直吃不到，无法解这个拉比的这个任务。他就是说有这个四个区域这样子。尝试把这个四个区域的这个任务给解开。四个区域的任务，他说要去找这个 the most iconic locations， 就是应该是地标吧。没错，就是每一个区域都会有这个 IP portal area， 就是我们要去点这个，在地图上会显示，然后我们只要去点这个标示呢，我们就可以解这个 point of interest。哎，有人跳上去了，怎么跳的？
哦。他从那边跳的，所以我们要从。Special Adventure Correct Bonus 哦、oh. Got it 他说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哎、这个 Special Adventures Correct Bonus 可以拿到一个 T 恤，然后拿那个 T 恤的时候就可以 Double Jump 就可以上去哦、oh, 原来如此。来，我们现在来探索一下，看那个 double T 恤要如何取得那个 T 恤，然后我们才能够吃得到那一块。Yeah, it's the power of the body.How to follow me? How he says? Okay. 哦，有个大佬要带我去、啊，哈比奇。这样子跳，哈哈哈哦，应该可以。Yes。哦，懂了懂了，就是上面有个阶梯啦。他是说，有大佬是说，他说这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方法。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也是可以取得的，对，也是可以取得。那我们先，哎、欸，这上面也有一颗。感谢，很感谢，谢谢。那，那这边就是这个，这个任务怎么去解？那很开心有这个大佬愿意教我们。OK，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区域这个拉比的这个任务给解完了。OK， 那我们就继续把这边的金币给吃完，那我们就可以把拉比解完，看会获得什么样的奖。
那我们就换个区域看看。OK， 我们又回到刚刚这个安密码这个地图。哦，它这个任务是可以重复的，重复累计的，就是我们只要重新更新一次地图，它又会重计。但是我们的总任务次数它是不会扣的，它是可以一直叠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只要重新一直。所以说，我们只要重新一直来回就可以把任务解完了。因为其他地方好像经验不够，还没办法去。没关系，那我们就先能够做我们现在能够做的这个事情，这个等级能够做的事情。欸，如果再解一次呢？啊，可以再解一次啊！41132。哎，我们上面的任务显示还是4哦。哦，他解过的不会再累计了。我们虽然可以再解一次这个地图的任务，但是他的这个等级的这个累计呢是不会再计算的，是不会再加上去，就是你解过不会再加上去，就没办法洗这个任务的次数了。好，那我们还是要得去找这个新的任务。可是我们现在的等级能够去的地方真的好像蛮有限的。哦，有人讲了41132 is the code garden， 已经有人在聊天室这边打密码了。那我们现在又回到拉比，那我们去看其他的传送门，看可不可以去一些不一样的区域这样子。
我们来去这个绿绿区域，绿绿区植物区域的这个传送门看看。西部牛仔区域，也不行。这边这个区域，海洋区，我们就叫海洋区，海洋区，海洋区可以吗？也不行。Only the barrel may work these pebble champions。好像能够去的区域好像真的不是很多。结果它就呈现这个灰色，哎，还不能给我按。哎，不能按掉，哎。哎，那我们就看一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好像有个传送门，我们继续看。这边这个是我们 Snoop Dogg 的大大的这个传送门，不能进去。好像就只有这个门能去耶。Heroes好吧，那我们再去一次这个 The Portal Hub， 这个 The Portal 传送区域，传送区域这个这一块领地，我们再去逛逛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我们能够目前能够去，然后可以解其他六项任务。那这个 The Portal Hub 这边有写这个 size 哦 ，for land， 就是 location， 还有这个 assets 这个资产有346个。这边是回到拉比的部分，
OK， 我们现在哦，他这边有这个。这边就是我们的绿绿的那个绿绿区域的传送门嘛，这边就是我们的西部区域的传送门嘛，这边就是我们的海洋区的传送门嘛。Dynasty， 猜一个 Dynasty。对啊，都是 not available。Portal to border available。还有很多这传送门是还没有尚未开启的。好的啊，那各位，那看起来呢，就是目前的 Alpha Season 2的部分，看起来就只是到目前这个阶段，因为刚刚就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传送门都走过一遍，那因为它有等级的限制，所以经验值的限制，所以没办法进去，大多数的传送门都无法进去，像是我们的西部区域、海洋区域和植物区的绿绿区域都不能传送。然后，如果各位有其他的就是方法，或是你有任何的跟这一次订阅我所玩的这个内容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的话呢，欢迎就是留言，欢迎留言讨论。OK， 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就是我觉得整体流畅度不错。那游玩性的话呢，就是要看之后呢会推出什么样类型的游戏，就是各种大小型的游戏，就像我们的这个 Roblox， 还有这个 Minecraft 呢会出什么各式各样的模组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所有各大家的这 NFT 进场之后呢，会做出什么样的就是更多不一样的创新的玩法。那我们之后都是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可玩性呢，吸引更多的玩家进来这样子。那所有的 NFT 呢都可以在 Sandbox 里面所看到。那目前的话呢，就是我们只能使用我们所创建的这个小人，这个虚拟人呢来进来这个 Sandbox 里面进行游玩。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如果说你喜欢这种沙盒类型的游戏，如果你喜欢 Minecraft、喜欢 Roblox 这类型的游戏的话呢，就是这个 Sandbox 呢是非常值得你关注的这样子。好吧，那我们今天的 Alpha Season 2的这个 Sandbox 的这个游戏体验，那我们就先到这边。那我是订阅，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Infinite Power。